大家好，欢迎收睇达人行，我系宅 Sir Carry。你知你会有，你知你都或者会有，但两支加埋嘅话会变成点呢？呢一支就系 Wasker WU177 双头批 Switch Driver 2.0， 而家我哋马上开箱啦。里面一份说明书，有一个批嘴的镜头，两支批嘴十字同一字，有个要求两粒螺丝，同埋只主机啦。WU177 用绿色电池。前后速度就在这里，一速二速，特别的地方就有扭力盘在这里，这个恒定是转窿用的，这个是快速的索头来的，两边可以放不同的东西，当你需要转换的时候就按这个掣，跟着转去另外一边。通常呢啲转档嘅机器咧，最怕咧就系转动中途咧，你去转档啦。咁但系呢个咧就影响唔大嘅，睇住啦。当你揿着咗个掣，再转档咧系唔影响嘅。系唔会有事嘅。咁而家好多唔同嘅轉嘴嘅，有機會咧就誤觸到而整傷嘅手啦。咁所以佢呢度把手咧有一個防護喺度嘅，佢呢度咧係唔會揩到個轉嘴嘅。另外特點咧就係電子扭力控制啦。正常嘅時候咧，我哋扭力控制咧係由物理去控制嘅。咁傳統嘅扭力控制咧，裏面有好多彈簧啦，同埋係鋼珠嘅。發生咩情況呢？例如當我擰去一嘅時候啦。咁日子耐咗咧，佢嘅功能咧就會減退咯。咁電子嘅控制咧，就是、避免咗裏面嘅珠咧磨蝕啦。電子扭力控制出現嘅效果會係點咧？我而家做俾你睇啦。一嘅扭力啦，咁將呢支二寸嘅螺絲扭落松木嗰度啦，佢就自己停止用電子控制佢啦。當我加到二嘅時候。電子減扭力就相對減少了，因為機器的磨損而減低它的功能。开工嘅时候咧，经常带住好多批嘴啦、转嘴啦，又或者你有两支电批嘅，一支外上螺丝，一支外转窿，咁啊相对会重咗好多啦。直至到几年前，有一支叫 WX176 嘅电批，佢系双头批嚟嘅。咁当时我觉得诶几特别，可以转头咁样去运用。咁但系当时碍于嗰支批咧系有碳刷同埋用橙色电池嘅，咁所以咧系冇引入到香港噶。直至到今日出了 WU177 呢個無碳刷的雙頭批 Switch Driver 2.0 啦。咁頭先試用過了，我覺得其實幾方便嘅，一支批可以有齊曬轉同埋上螺絲的功能，好快手嘅。唯一我覺得有少少美中不足之處咧，就講呢個位置咧，若果用啲相對大啲直徑嘅工具咧嘅時候咧，係會頂住嘅，就好似而家咁樣樣。卡落去嘅時候咧，係會啱揩住咗噶。另外就係講緊個扭力控制啦，由於佢電子嘅關係咧，係需要啲時間去適應噶。如果你有興趣試下呢支 WU177 啊，歡迎嚟到我哋達人行嘅旗艦店啦。希望呢條片幫到你哋啦，記住撳個鐘仔、訂閱、分享同埋留言俾我哋啦。